但是家的女人不会把自己寄托在别人的保证上。若心啊，这有点挤，出去和外面的同事一桌吧。所以你们觉得在职场上，女人只配做副手，没有办法独当一面，是这意思吧？这么好的一个男人，你凭什么说你跟他就过日子就过不下去？我不找行不行啊？女人就一定要结婚吗？任若心，我真觉得你这个女人吧，头发长见识短。 干什么的啊？你帮大男人欺负女生有意思吗？好意思吗？啊！生活是生活，工作是工作，不过现在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的。我们年纪差的太多了。年纪大怎么了？我就喜欢年纪大的，我爱你，我能给你最好的。你给我的最好的，在这里。不是我的，我不奢求，是我的。 我要一步一步拿到。我打算调你去更高的平台。你是不是愿意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？人生本来就要经历不同的阶段，你要探索人生新的方向。我们只有享受当下，站在属于我自己的高度，看我该看的风景，我人生的派对才刚刚开始。